子，死瓜子，死瓜子，都觉得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。妈，你去打球打球，谁家天天吃豆角子？爸爸，那你晚上吃什么？俺妈炒豆角子。不是你上饭台吃的？我是拌的。哎，咱不用管别人怎么的，咱能不能带油吃？不能。罗罗，我也想吃油。好，去买去。开吃吧，你吃豆角子。不给我吃我的鸡没，你家吃吧。那妈去家吃豆角子。你回来了？哎呦，快吃吧，不给我来给你买哈，来给你弄老师。你换手机了？是你六七千吧？不用，但是我在咱那上面的苹果手机，也大天气，一斤就便宜了一千多，用起来跟新机一样。人看不出是个恁手的。啊，算算是一个官方一二手平台，每天手机都有咱人家测，他家二手平板电脑都很不错，咱先推荐买二手就要买官方验货。那走了，我先回去了哈。你走。那你给你都远呢。老三，我得吃一份肉了，好。老